穿婚纱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能不好看吗？你说，向辉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，会不会回心转意啊？丫丫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他已经背叛你了，你干嘛还想着他呀？这几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。 可能是因为我跟向辉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。我开始不重视他，不打扮自己，不去呵护我们这段感情了。爸，我找到问题所在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从现在开始努力改变自己，努力经营我们这段感情，我就能够赢回向辉，赢回我们那6年的。雅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向辉他真的是不爱你了呢？ 过呀，但至少我为我的爱情努力过了。如果没有成功，起码我不会有遗憾啊。丫丫，向辉他真的有别人了，那些亲密的举动难道你忘了吗？话，你不了解向辉，你别看他整天一副严肃正经的样子，其实啊，他就是一个小男孩，一个没有长大的小男孩，孩子嘛，总会有犯错的时候，对吗？丫丫，你真的是够了。 你为什么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向辉向辉向辉呢？这世界上就剩下他这一个男人了，啊？丫丫，你干嘛非要这么折磨自己啊？他不值得你这么爱他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么漂亮，这么优秀，你干嘛非他不可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他。 我做什么，还写信找你的线索值不值得？回忆总是枯燥。等会儿，你爱我？一辈子不够就两辈子，下辈子我也爱你。谁要下辈子跟你在一起啊？就你这辈子，差一分差一秒都不想。 对，一生一世不差分毫。哎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呢穿着黑色挺拔的西装，那么帅气；我呢穿着白白的婚纱，是最经典的复古款，穿着好长好长裙摆，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。 我看到了，丫丫，你穿的婚纱真的好漂亮。你看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两个人，你看那花童多可爱啊，他还摔了一跤。<笑> 你还在看，你竟然还在看！你有本事别当缩头乌龟呀！来，你去找他，你去找他呀！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？我偏要说，我知道你还忘不掉他，处处都在为他着想，那我算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你有完没完了呀？我都已经在你身边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希望你在我面前，总别摆出一副臭脸。
你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？你要公平。你要什么公平啊？你如果真的把丫丫当成你的闺蜜的话，你就不会做那么多伤害她的事情，更不会逼我跟你在一起。你少跟我在这儿倒打一耙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还叫逼你了，怎么样吧？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开，永远别想。秋秋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出去！丫丫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对不起。小辉，我们见一面。哎，哎，小辉，真是你啊！就那么巧啊！我刚好有事想找你谈一谈。咱俩有什么好谈的呀？毛丫丫，毛丫丫，就那么巧了。他在我住的小区的物管上班，昨天我看见他喝醉了，因为跟你分手的原因，他醉得不省人事，他快崩溃了。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？他跟你在一起六年呢，你就忍心呐你？不然呢？你想让我怎么样？让我俩和好如初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背叛了就是我背叛了，这是铁打的事实。你想让我求他原谅我吗？他可以恨我一辈子。怎么有你这种人？背叛了人家的感情还那么理直气壮？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时代求得一份真感情有多难？就你，把那么样一个女孩子踩在脚底下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骂完了吗？怎么，你是想替毛丫丫出气吗？打我好了。好，你每次见面都这样要求，那我就满足你了。告诉你，你背叛就背叛，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